猜对这个有钱拿，有额外的奖金是吗？有。哎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圈，作为第二阶段的圈，离我们这支我们的位置来说，可以说是最远的一个位置。对，我们现在只能直进吗？对，就只能直进，因为往南绕的话，或者南就往北绕都是没有顺位的，就都会有队伍在我们前面的，所以还不如卡好屁股，直接一路往前推。哇，对，我觉得这是 YDD 最近说过最长的一段话了。因为中心点的人，如果就是中心点的人，他应该会往里面挤一挤的，所以直进的话还会有一些位置留给我们。嗯，我们就跟正对面的 TC 正面刚。从那边过来，看他们去哪了。我没看见在哪，我看到了，这台车可以拿那边。我们在山上没人，我们可以上这个山，好像我可以偷这个人，可以偷吗？他往山上开了。哪个山？我这个山吗？我们可以抢的，我们在山上没人，没抢，抢直接上去，我打药。闪避能直接上不？啊，我皮卡能上吗？我能先把这人打死。他应该跑到大冲去的他。哎，他上山，在你左边，闪边。看到了。他很强的，这个人。掉了，我上山了，我直接上了。不掉了，牛逼。牛逼。我感觉上一个就行了，另外两个看。去看，我看右边去。妈，我这车我上不去啊，在打。啊，对，我在这个位置。在哪？我们能把三控完吗？在哪个位置？我后面跟对面一起拉开的。他刚才大仓里面开的枪。能架一下吧？可以，我能上去帮你们架一下。他拉得很开的，天霸可以吃他的，可以吃他的。看他在哪，你找一下他的位置。他刚才大伤开了枪，现在不知道在哪。可以顶长条房。OK， 可以顶。他都没有火力看我的。我找一下我的车。先搞他，故意倒一个。走，顶下去。能量就不好、啊。等我们一下。尴尬。没事。啊？我在房顶上。在干嘛？他起飞了，没事。他开车走了，蹦蹦走了。看到了。往麦田走了。老远了，走老远了，走这边了。小明，帮我们点右边那个山的人，别让他去我们车。OK。这个。看他去哪了，顺着他那边推可以。我们得去。估计死一个。我们要蓝推推。我们要推左半感觉。蓝推红点那边去过不去。红点这山怎么推？过不去。过不去啊？那要吗？给我小药，我没小药。我没小药。我零零零，一罐都没有。幺幺零零。蓝点那边，黄点那边能去吗？往左边去，等什么？挪车。我下来了。可以接着追着天霸打。妈的，个小药都没有。我们就贴黄标这边背坡呗。进来，库能不能甩下小药啊？我现在在走着呢，等一下。走。我找他们去哪了？我在找。在原地甩。妈的，两个，我他妈能量值都不好。甩了两瓶饮料，没了。我这有，天霸这边有。往前看过，没看到他们人。我给你丢一罐，等一下，丢了。啊，这有个蹦子，好像应该就他们在封烟，就在这，在那表脸上封烟，我们可以拉麦田打他。啊，带我去冲我这里，红点那边，懂吗？这边这里，红点能待住吗？我就我们要推左边，真得推左边，就打他呀。圈点在他们那。圈点打左边，打左边。跟居民走。那一打要死的。他怎么推到城里去了吗？城里几队人都不知道。先贴我这背坡，堵很慢的，堵很慢的。先听居民。天霸又死了，这直死吗？还是抽死了？侧身。那我们再贴这里呗。我先去蓝楼。贴在城里面没有用，我们走蓝点的。贴城里，他妈另外一队好多人呢、啊，没必要打城里。跟你说了，我们等会贴右边，然后蓝点有人吗？蓝点没动静，没人漏，蓝点一直没人漏。我先帮你们架一下，我们先去蓝点呗。你的意思先去蓝点呗？对。去蓝点，然后我们可以先抢脚下的，懂吗？抢脚下他是打不着我们的。直接跟船长对枪对他，他就晕了。我过来了，要把姑姑带上吧。姑姑带上，姑姑不然走不了。我走了。往下再帮我们饮料。看看山上，小心点。这边人死完了，这边。这就是天霸。天霸是 DC 打的他。然后能贴这三角。哎，有木木在我们前面。哪里？在这个位置，看到没？我。被山上走。跟船长对枪，他就一个，然后一个进城里。山有圈吗？我是不是得贴他三角啊？等我这些一样的。掉俩，牛逼！哎，我们可以把那厕所抢了。哎，他船长要，OK， 这个就可以了。一位的，先拉我闪边，先把另一张，
先把你拉来，我拉你，我去，你拉吧。这星期可以啊，趁小月也是他队友。OK。再从右面填。知道。只剩一辆。拉就你们两个一起上。你们那有车吗？有车。那我拉右边枪线，你们三个点。可以。我在扶人姑，你不能架着他，我能架着他，我看到他位置了，我锁了，就在这。边开，我从右边开。在金标，我封烟，我封烟，我们动车。他顶上好像没圈吧？顶上应该没圈吧？有。架在顶上行吗？顶上没看到人喽。啊，顶上有，小心点，顶上有。丁，你得开车。居民到位了吗？不是很好办，得顶这个烟，我们得直接顶这个烟。来，我们一起顶。你们顶。我们坐车。我这个蹦掉胎了，开不了。快点！走！都抬不起头。准备打居民。就在那个烟里。他就在那个烟里。我们就进走，顶打左边坡。我看不到顶上的人，你们就直接顶他脚下。OK。要跑。贴三脚下走。他走了，别着急，他蹦蹦开走了。一台蹦蹦车身，别急，我们这是能待住的。我留屁股。好一个，补不掉。SD 剩几个人？剩一个可能左下这个烟。这有一个，在左边那里一个蹦蹦，刚刚往左边拉了。那是微博的。微博。左边是微博的吗？对。反正我们待会的圈应该是这。SD 死完了。右边打一个。SD 死完了。头上。我被头上打。丢掉几根，别让他补。我看不到，我没有。捡起来。抬不起。来拉一个，拉我，来了拉我。我去了，拉我。你来，来了。把头上架一下。脚铺。把头上架一下。你过来。把嘴闭上。哎，我们得打微博去。拖，我们头上有人，我不好走的。我下枪有。等他头上没圈，我们直接打他。居民那边有脚步，帮他。不是你们前面有人，前面有人，就前面反坡。退下来一点，我们可以退下来一点，不着急的。这边只能活一队，说白了。我们待会就顶这个坡下的拦点，拖时间走。还在不在？我怕头上这个人扛毒物，主要是。我感觉我们待会等着火力车去黄点，你们三个火力车。对啊。对。然后有人抢烟。他这里有人，他就不用去黄点，去蓝点。得去蓝点。他绿点有人。当空开的，哎，我们可以直接你不去那个厕所，厕所也行，厕所没人，厕所有人，看到车了，只能挑一边打，我觉得左边最好。他头上打一个，替你打一个，我们一边打一个，打右边有车吗？得摇了，兄弟们，我坐你车，你们先打药，另打药，打药，赶紧打药，火力车了，走，掉一个绿点吗？对，绿点，他们在绿点，你们一个得看我们坡，懂吗？看我们坡，我看，你们走，哎，我走了，我留一个，顶绿点坡是吧？对，下来了，半山腰位置，后面那个。到位，我起烟了。人在哪？先看一下令的屁股，死了吗？我右边过。你们接我枪吗？别吵！我们走，过去。跑了，接我一个来。我来接，我去接他，别着急，压一下位置就好，我去接他，他不能跑不过来的。帮我打你右边那个，掉一个 TMG 的，掉一个，别急，知道，还救人了。哎，你把我顶飞了，我看。哎，你跑都跑过来了。这边就在前面，这边。知道，左边得去。我去控左边，你们三个打。这车都没油了，干。这队没圈，重心放我这，你过来。我在打药呢，别急。在哪？前面吗？多两个。在哪？近点。远点还有 ，OK。左边没有。我搬家远点，打近点。不行，我都拉不上去，左边打我。你们下来。不会，我们这里不会被抽。神秘给后面给。你有烟吗？神秘用后面给颗烟。我没有烟。右边能打过去吗？我左边过不过去啊？右边就一个人，等会儿就行。不用急，我们这里有圈。哎，已经有人抢到了，你小心点。你们得过来帮我们，真的。我们这位置太受限了，帮我们架头上那里，我们得顶过去。居民帮他架，要来上车了，上车，我们开车，太远了，开车，你们开车，走，上，架好啊，来了，去了前面那个坡，看到没？我被打，我得跳车了，降头，我下车了，我得顶过去，点，我顶不下了，顶，几烟？你们接几烟？没有烟，拿颗雷压一下，帮他们，我打个药，来，居民上车，我带你过去，我们从左下压，你们看能不能从中间帮我们？我们来了。来个车，
我们从左边来了。顶上去，顶上去。我们进左边去。他在上面厕所，小心，今天有人，小心左边。左边应该有个人。左边这里应该有个人的。我们可以顶这个坡。你往前顶一点。啊，我就是雷，我操！左边有个雷。没事没事，我顺左下。跟左下得来中边，再跟我一个，再跟我一个压圈面。你去跟他。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你跟我。我跟你。我压左下。行。我看他头上跑下来一个。啊，半山坡有一个，这里。不好上去。我这里能走呀，跟我过来。我打残一个那边。跟我过来。我这坡好像能压一下。野上有一个，野上这个坡就有一个。哪里？这个坡压这个坡，压这个。我跑了，我走坡上，你走坡上。压这个人。进有一个人。后面跑了过来一个。哎，上面倒一个。OK， 别急。别倒一个。我来。上面烟还有，上面烟。我来。哎，回头，走库这里。哎，大残一个，我脸上大残一个。要补。打残了。黑服。走，我扶他。往前压，空位置。空厕所坡上。我上去了。先控位置，别打药，别打。我上坡了。右边有车子 ，TMG 的残边可能是右边车身，右边。左边在打架，不用管他。左边在我们脸上。别急，我打药。别急，我得去舔药。兄弟，闪兵跟我往右边打。我去左边。我去左边，别吵。右边那个人没圈了，跟我卡死了。人不多了。对，卡死了。我们的圈。哎，我们可以把右边那个清了。赶紧把左边的控住。不止一个，右边几个人？不止一个，反正我应该死完了，这不应该不是 TMG。哎，上上有一个，来，压，剩两个，在上面那个坡，上面那个坡里，我知道，死，六，怀空位置，四打三，我空右边，嘘，他们应该在黄标，你们应该帮我看左边，我埋这了，我去帮他看左边，我埋这了，我看不了左边，我人在右边，找位置帮我看左边就行了。我埋这了，你跟他埋在石头，他只能走我这里，我看不了你呢。不给我点东西，我们三个都在右手边。来了，脚步去帮居民，快！别吵，居民，我拉你上了。来，我拉一圈，别吵他，就在你沟里面好像。看到没？你走后面。不行，我们看一下。两个，我脸上有一个。然后远处有一个。好一个。我就给他们还有一个，我看这边是，快撞我，我去撞你。原来那个在哪？左下还有一个，架子我刚刚过去了。我操，撵上两个，撞了两个，剩一个，别着急，剩一个。居民别急，我们到了，居民。追！牛逼！我别说了，就把优秀打在公屏上好吗？恭喜魏腾讯视频吃下一击，怎么说？在哪里？派现在是7分啊，就目前排名第6。稍微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兄弟们啊，27分的一个积分进账，怎么说？15个淘汰还满意吗？是，呜呼，欧皇 Reno 一二三四，我们的 MVP 给到的是 NV 腾讯视频 Power Boy。伤害怎么说？伤害他下一把就变成2345了，对。一会儿就给他往上翻一翻啊，好，感谢他。